日本当红女子团体早安少女组三位团员今早抵达台湾，晚上在西门町举办户外见面会，宣传十月份在台的演唱会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早安少女组，我是副总主持，我是宫党瑶，我是卫生卫生纯粹。这个早安少女组今天来到台湾进行28小时的这个旋风访问，有一个很重大的任务，对不对？10月16日に ATT ショーボックスコンサートが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、はい、こうそこではモーニング娘。16人でコンサートするんですけど、はい、今日は3人でそのキャンペーンにやってきました。はい，哇，所以这个空萨都呢感觉很令人感到期待。团员们也品尝道地台湾美食，直说好夹好夹，美食美食，干杯嘞干杯。里面哦，它的反应很微妙，香香鸡，哇，好好卖，好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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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是的，不能不能，就是喝喝看喝喝看，好。好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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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。 World News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